心吗？开心。笑。哇呀，姐姐在呢，给姐姐请安了。起来吧。谢姐姐。赤座。谢姐姐。妹妹，几日不见，有些憔悴呀。姐姐好眼力呢。这不嘛，昨夜晚得皇上召见，批阅奏折，这一夜未眠呢，我这身体呀，是是乏累呢。娘娘，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，未曾见过这位。那就是前天晚上了。前天也是老奴陪伴，大前天，大前天也是我陪。你来，你都哪天没在？这么欠呢？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。哟。脾气这么暴躁，奴才眼拙，这是哪位妃子啊？咖啡。他又是谁呢？嗯，我是伴侣。错不了，连色儿都对上了。娘娘，哎，你说在咱们宫中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？应该是极品，我看像祭品。说谁呢？我把你俩烧了。我是贡品，我是赠品。